陈真火舞团带来精彩的表演。即将陈真火舞团曾在2014年台湾火舞大赛勇夺个人组、团体组双料冠军。现在观众朋友，请向你的后面看去。
掌鼓励。
谢谢大家，我们是 Coming True 即将成真火舞团。在这边有一个小小的问题想要问各位观众朋友们，请问我们的表演还精彩吗？谢谢谢谢。但是我要跟各位说，这都还不是最精彩的，我们最厉害的表演还要在后面呈现给大家。但是在开始之前呢，要告诉各位，刚刚带来的这些演出啊，是我们试图以火焰作为载体，我们要将城市舞台呢40年的历史化作为20分钟的表演。我们总共分为了4个篇章，第一篇章烈火斗阵，第二篇章妈祖光影，第三篇章翻转当代，以及待会儿我们的第四篇章宝岛烈焰。希望今天呢，在这么寒冷的冬天，在这个只有8度的寒流之中，我们的火焰可以温暖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知道吗？其实啊，今天呢，今年已经迈向了疫情的第3年了。在疫情的这3年里啊，我们作为一个表演艺术工作者，我们几乎失去了所有的舞台，几乎失去了所有的表演机会。但是我在这边想代表所有的表演艺术工作者和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在这疫情的这3年来，虽然我们没有表演的机会，没有了舞台，但是我们没有一刻停止我们的练习，我们没有一刻停止我们的努力，就是希望要在疫情恢复的那一天，我们可以把最好的自己，最好的表演呈现给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要带来的这段表演对我们来说意义相当的重大，它带着我们从街头走向了舞台，从城市走向了国际。我们要将这个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这段舞马献给我们的城市舞台，祝福我们的城市舞台可以继续承载着全台湾所有表演者的梦想，让所有表演者的梦即将成真。马上带来我们 Coming True 巡回世界的经典作品《宝岛烈焰》，请大家和我一起倒数：10、9、8、7、6、5。
非常震撼，再一次热烈掌声，即将成真火舞团。谢谢他们精彩的表演。同时也正式象征我们艺文广场正式启用，再一次热烈掌声。非常精彩，哇，刚才跑上来拿麦克风跟大家介绍这个演出的，刚跑上来的时候大家是不是有一个错觉，以为是我？没有吗？我没有吗？也是拿麦克风啊？不一样哦，那是团长了，我们再一次给他们热烈掌声，他们精彩的表演啊。